还是羊肉？嗯，多少钱呢？三十日，哇，那么贵，你买这干啥？这买这个你不吃呢？你也想吃啊？你大的孩子正补营养的时候，增加营养。这羊肉这不是个大量中，我跟你说。这么大吃？我喝羊汤。使劲忙忙的哈，行，好贵哟，我太贵了。这个今天是暖和，那个拿出来是热的，那个是硬的。谢一下父母，我买的黄心菜，它这个心是黄的。看看这个肉，熬了3个小时了，倒出来。又热了，我放香菜、葱花。肥菜炒，羊骨头汤放在里面。放一点粉条，切好的羊肉放一个，放点醋，放点香菜，拿过去。这放六袋子行，放六袋子，你别热了，放六袋。放一个。不放也没法给你倒哎。别走，你尝尝羊汤好喝不？好吧。给啤抢去，一个啤抢去去，给他喝去吧去。给你喝羊肉吧，是吧？你看你给啤抢不了。娘啊，你那真是。